人的佛心就像一颗明珠，它是光亮、光明、清净的，但是掉到污染物中后被污染了，所以人人有如来藏，但是受污染了。我们都有佛性，但佛性已经受了污染了。我们修行就是一步一步地洗净污染，最后显出到佛的境界时，把这两种污染，所知障和烦恼障破除了以后，清净本性显出来了，这就是佛性。佛是具备四身的佛，法就是道地和灭地，正法、法宝。僧是见到以上的圣僧，这三宝是我们的皈依物件。因为这可以拯救人类，拯救六道众生，所以可以皈依，是可信的皈依物件，唯一可信的皈依物件。朝圣的正确动机是什么？最理想的是要培养智慧、慈爱、悲心、虔诚心和真诚的出离心。所以，在你出发前，应该许个愿。愿你的朝圣之旅，不管以什么方式，都能不断地让你忆起佛陀一切尊胜的正悟功德，并能因此让你积聚福德，尽除染污。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一样，希望自己拥有幸福，所以我们不应该破坏任何生命的幸福。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一样，希望自己远离痛苦，所以我们不能给任何生命制造痛苦，这是佛教的平等观之一。直接和间接对众生有利益和快乐的事叫做善，直接和间接对众生有伤害和痛苦的事叫做恶。我们随时要用无条件的爱心，博大的慈心，
无自私的善念去帮助他人，关心他人，爱护他人。要谨记，做好事不能有为我的自私思想和行为，为他才是真正的行善。娑婆世界就是堪忍的世界，而让我们烦恼痛苦的根源是欲望。世间有太多的诱惑，让人生起欲望。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，烦恼就来了。不断膨胀的欲望，如同一辆加速行驶的汽车。良知、善德、因果都被他抛在了身后，往往想刹车时已经来不及，失控了。所以当欲望在膨胀时，告诉自己要放下，淡然，不要迷失了自己。做一个好人，有家庭的就做一个好父亲、好母亲。再怎么苦，不要把苦放在心上，苦就让它苦。世间最不缺少的就是苦乐。不要再去抓着苦不放，苦就让它过去。我们需要更多的希望、勇气和光明，世界才有希望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就是要关心人类与一切物命，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。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佛陀给我们的教法，智慧与慈悲，运用佛法来帮助自己跟其他的生命远离痛苦，获得安乐。所以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一切生命都有离苦得乐的可能。因此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保护一切生命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、07-221-2323，划拨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光大深入
寒，内心轻轻却沉冷，超过无边无趣漫路，速到菩提究竟啊。我刚刚看上面最好看的